猫的尾巴和猫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，不一样的生物啊。今天我就来试一下，我准备掐一下老白的尾巴，看看他有没有感觉。咦呀，咦呀，好，这个就是他的尾巴了，看到没？我要开始了啊，老白，我要开始了。哎呦喂，嘿嘿嘿嘿嘿，看来是有感觉的。哎，护住自己的尾巴了，按住了。哎呦，不让我再碰了。事实证明，猫的尾巴和猫是一体的。哎呦，看到没？哎呦，我这次都没掐，它都开始咬我了。都嚼出印儿来了，之前也就象征性的咬一下。哎，来，给你按摩一下。哎呦，好，安慰安慰你。好了，老板。不疼了啊！不疼了，不疼了。其实我刚才掐它也没多用劲儿。